来继续玩。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所以，哎，这个上面显示的时间只是存档时间吗？哦，应该是这样。我本来还以为这上面显示的是游戏时速，结果不是啊。吓死人了。好好好乐园，叛徒乐园，浩浩乐园，好好。我父亲调查过浩浩乐园，那是一家已经停业的游乐园。从华尔斯口中得知，啊，剩下的读不完，干。探偵はフットワークが大事だ。わあ！いたいた。メイコさん、エミリアさんも、どうしてここに？什么？メイコさん？近くに来たから寄ってみたの。ティム君に会えたらなって。これから撮影の下見なんだよ。ポケモンカーニバルのね。ポケモンカーニバルってあのパブロたちが言ってたやつか。ポケモン大乱交、三小。What？ 你谁呀、啊？呀，その子がティム君。没有屁股下巴扣分。我觉得他应该要有个屁股下巴。屁股下巴。はじめまして、ロジャーだ。はじめまして。君のことは二人から聞いてるよ。名探偵なんだってね。我叫做基德，是个律师。来，汲汲营营的王牌制作人，哪里？常常在动画里看到外国人讲日文，不知不觉也开始习惯现实中的外国人讲超流利的日文。洛斯说：“我叫做萝莉控，是个洛斯。”等等，反了。救难小福星，像琪琪和弟弟救难福，像琪琪和弟弟救难福星，永远都不放弃。暴露年龄，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看，老了老了。干母老鼠超骚。哎、欸，它是白的，就颜色粉嫩粉嫩。对，很骚，而且还穿工作服。呵呵，呵呵。然后过了几十年，长大了才知道，原来琪琪和弟弟身上穿的衣服是有梗。就是其中一个很明显嘛，那个就是印第安纳琼斯的扮相，然后另外一个好像是比佛利警探里面还是某个角色穿的夏威夷衣衫，结果两个其实都是用经典电影人物的造型。对。それでは僕たちこれでもう行っちゃうの？はい。これから調査なんです。そっか。什么田圈？今日はどこへ？ファインパーク。田圈圈。あの事故で閉園になった。そうらしいですね。すごい偶然だね。その事故私たちがスクープしたんだよ。メイコさんとエミリアさんが。そうなの。ラッキーだったよね、エミリア。あ、The Gadget 当然是好男人啊、不是。喂、ティム。年代错了。エミリアさん。Gadget 就一整个工作连身服超骚啊。いいですか、ロジャーさん。もちろんだよ。ホームチン有加分。今日は予定が詰まっててね。明日でいいか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じゃあ、明日 GNN で待ってるよ。はい。我汲汲营营的等着你们。話の分かるやつだな。ロジャーって言ったか。ロジャー。ブラッドとは大違いだ。ま
たそんなことビデオは明日のお楽しみだなまずは自分の目で現場を見るぞうん行こう母老鼠当年翻什么阿杰好像是叫阿杰没错忘了我想不起来我对阿杰这个名字有名字就是了你对这个名字有名字 Shut up! Stop talking! Gadget 英文的原意就是一些小工具小零件的意思誰もいないみたいだねそうだな胖一个胖、一个大叔嗯何だ Go Go Gadget 畸形神探汤匙并不存在 You can't see me 哦对哦昨天预告还真的看到 John Cena 哦对啊昨天有一部电影预告里面出现 John Cena 我还在想说他是 John Cena 吗然后看、真的是 John Cena 嗯ウデュたか脅かすなよ俺たちはここで起きた事件について調べてるんだ何か知らないかおうウデュウデュ分かりそうなやつを呼んでくれるってなんだ意外と親切じゃねえかウデュウエそうそうだあ、出現了ポポタイ哦灰尘三小时后所以你当的呢对是说现在的 Pokemon 没有特性这个设定是不是特性有啊现在有吗现在有啊现在有是不是有啊你是说他就是被动了就是 Pokemon 的被动まずは遊園地にいる Pokemon たちに話を聞こう现在有是不是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啊就只是刚好 NS 上面的这个重置版因为是旧版重置所以是没有特性这个东西现在全部都有是不是嗯对、啊、是从哪一代开始有特性这个玩意嗯忘了哎 Tim Tim 是从三代开始就有哦好少第三代是所以是三代是哪一代三代是宝石版红蓝宝石开始石哦红蓝宝石然后就会怀念起自己的那个秘密小屋结果我这辈子玩过最让我回味的那个 RPG 小游戏应该是 Elona Elona 超棒但是要找到现在找不到不太确定到底哪个版本最新然后有没有汉化应该说 Elona Plus 才对胡干打麻将胡地地胡喷火龙啊老喷哦哎 Tim原来这款这么新吗？因为它连日月的神奇宝贝都有。游行中突然发狂，嗯哼，干一定有关吧。哇，跑走。感谢订阅，感谢订阅。各位晚安，订阅满半年了，非常感谢龙大实况时的干话与各式议题的认真讨论。未来一年也请多指教了 A16 指教指教，请多指教。指教指教。我突然想吃爆米花，不知道为什么。喷火龙突然发狂，一想到自己不是龙系。哎、欸，我们昨天在电影院讲电影院跟爆米花的事情，是什么去了？哦，那个是要做成梗图的啦，那个。
跑，一个跑，再跑，挂，亚米。啊，亚米突然想到就是那一个多谢款待。哦、oh. ，那一个外国军官要吃他的饭，他说嗯 ，yummy， 结果他以为他说 yummy 是在讲他的黑市，然后他那边担心的要死。Rice Bowl 饭团便当大受好评，饭团便当，一看到一看到出来吃饭，根本死透了吗？那个不要解释，那个太麻烦。有谁看过日剧《多谢款待》的？没有，刚刚按过了。小灰尘，一包垃圾，还真的把它遗忘。哎、欸，这是什么？这个铁卷门被 burn 的非常严重。烧台真是有够焦，对不起，我想到其他东西，然后他妈一直笑，然后笑着笑着就哭了。哇靠！这等于是内脏露出来的概念吗？可怕。破破哦，好可爱哦！あの夢何度も見る。やはり過去の記憶なのか。はあ、思い出せねえ。ヤミのゲームで終わる。ああ、よく降るな。ティム、実は俺、空を飛ぶって技が使えるんだ。蝴蝶秀。蝴蝶秀。怎么可能？飛行機のチケットがあれば。你逃打吗？好笑吗，老头子笑话？刚刚这很大叔哎。ティム。コーヒーってな奥深いんだぞ。ティムにも教えてやるよ。名探偵のコーヒーメモその7。カップはあらかじめ温めておく。熱いコーヒーが冷めないようにな。名探偵は。刷对话。忙しいやつだな。刷对话，看有没有看过的。左下角有出现能够跳过的，就代表重复。探偵の心得を教えてやろう。いくぞ。探偵の心得その十人。情報は足で稼げ。気になる場所へはどんどん行って、どんどん情報を集めるんだ。可是你的腿腿那么短。可以拿起来给他给那铜火熊吃吗？这是一个喂养野猫的概念。不行，没有那样子的互动选项哦。佐助犬。Dou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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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突。Double。道不，哎，道不，哎，司马懿。压力大，压力大了。まずは遊園地にいるポケモンたちに話を聞こう。
原来这里是军营啊，垃圾桶里不能有垃圾。甜甜圈。到底有多喜欢咖啡了？超喜欢。乌迪，这个喷火龙看起来。抖内系统又有问题了，等一下，什么？抖内议员的讯息内容都没出现，但是有收到 G2A 付款成功的信件，是不是抖内系统有问题？我这里什么抖内讯息都没收到 ，G2G 又挂了 ，G2G 最近问题毛一堆啊，后台没问题，但是。啊，看来就只能用欧付宝了，是不是？现在，啊，真的是各种抖内系统毛一堆。不是，我不知道选第一个啊。啊，胡弟的设定是什么？拥有运算速度比超级电脑更快的头脑，智商大概是5000等等，为什么不把案件直接交给胡弟来破就好？喷火龙？嗯，为什么要谢谢我？在摩天轮那里有个当炮手的火爆弹，炮手是三小。不懂是什么意思。鸟。亚米。亚米。原来如此，姓阿飞的 SSR。无敌。不够了。刚刚就想说那些包乐色被吹到哪去了。那离原本的位置蛮远的耶。
有心还是能够找到垃圾。要把壁画修好吗？对。那不能修好吗？哎，照不。对嘛，女儿的反应也太慢了吧。照不。早く壁画を直してやろう。要拼拼图。壁画のあるところへ向かうぞ。要拼拼图了。照不。この壁画を直せばいいんだな。散らばっている破片をはめてみようぜ。哎呦，好难哦，这不科学啊！这该怎么修啊？哦，所以，那一楼拿的话，我有时间再回去研究好了。主角，你他妈是智障吗？之所以会突然发狂，恐怕是因为主角表示，这是鸽子吗？等一下，喂！等一下，这招我怎么选呢？这个太没头没尾了吧？等一下，所以这里要选的跟愿不愿意听人讲话一点关系都没有，要选的就只是还在这一边的而已。我还以为这里有摆饲料，所以一定在这里。
우디야미停在甜甜圈上面，想摸。坏，更是已经挑衅别人了吧？完全没有在反省啊！该不会在这里面吧？进得去吗？应该就是在这里了。小一锅，那么小一锅锅，那、啊、炸毛气都炸毛，啊，那、啊、是可爱的男孩子，恶作剧男孩子，那、感谢斗内，感谢斗内。哎，所以现在跳出来了。龙大会想玩玩看波西亚时光的农场游戏吗？波西亚时光的农场游戏是什么东西啊？听不懂。我现在对于农场游戏啊，这辈子唯一玩过、认真玩过的农场游戏，好像也只有《星露谷》而已。嗯。这家伙进化之后会超大只哦， oh. 会变超大，超级大。变成色尾哦，不是，眼睛颜色，哒哒哒。暴れた原因があるなら、それらしい特徴があるはずだ。聞き込み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ぞ。それでいいか？そうだ。それらは R によって凶暴化したポケモンたちの特徴と同じだ。リザードンが R 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ドルンドルリン。胡弟说：“哼，我早就全部都知道了，我只是刚才不想跟你们讲。嗯”差死啊，干！胡弟，
るでぬいぐるみだな。おい、見た目。オ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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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る。なに？なに？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る。モッキー、It's Christmas。It's not Christmas。It's not Christmas。听觉影响视觉的最佳范例。干！这不是重点，皮卡丘直接打枪。他腿好短。那一包垃圾又滚到哪去了？在这里。他妈一个保护色。爱情摩天轮，皮卡丘要亮了吗？没有。你他妈轻而易举的搬动石头，然后这个看起来就是塑胶的东西搬，好像重的跟什么一样。你们是他妈的台湾的棒球队哦，对手越强，他妈的自己就越强。しかし雨が強くなってきたな。これ以上降らないといいけど。マジかよ。急ぐぞ、ティム。といった。喷火龙出去，打雷进来，好好乐园发大财。傷跡。リザードンが暴れたのは広場のはず。なぜこんなところに。お。リザーリ、リザ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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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リ、リザ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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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扎丽莎，是不是？他的名字该不是叫这个吧？啊，卷卷，兔卷卷，卷卷耳是兔子吗？对，他是兔子。进化之后超骚的。耶、yeah, yeah, ！ Yeah, 感谢董。记得太好了吧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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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火龙发狂的原因 X。哈哈哈哈哈！太辣了！太辣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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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嘿！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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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卡比的这一个主题曲真的百听不腻。这个是当炮手的那个，炮手到底是什么？是说不是那一个超经典的网页小游戏 Triglav， 然后里面不是有一种蓝胖胖，
然后一直去弄蓝胖胖，然后弄他当年一直弄他，然后弄蓝胖胖，然后要弄他掉落的专属铠甲，他掉了铠甲叫做麻婆豆腐，他掉了铠甲名字叫麻婆豆腐，是这样。麻婆豆腐。我只记得高防御、高血量加跑速，然后但是我记得好像是会加特工时间，会加特工冷却。所谓的炮手就是指这个吗？发射烟火用的。OK， 炮手就是指射烟火啊，爆炸起来很漂亮的炸弹。皮卡丘赶紧上场了。不行，这个皮卡丘是个废物，他不会发电。干。为什么他不会发电？啊，就失去以前的记忆了，然后就是什么都不会，就只会当侦探。然后还爱喝咖啡。啊，明眼人他妈的八九不离十都猜到了这个皮卡丘的真实身份，让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就皮卡丘卡住了，好笨哦。最小的 Pokemon 嘛，对，哇，嘟嘟嘟嘟嘟，好可爱哦！干你娘！黑暗洛斯那边说什么飞机杯？脏！啊坏！你们这些小波波！哎、欸，坏啊！跑掉了，坏透了，好可爱哦！我去我去！叮叮了，叮叮，叮叮！那太好吃，所以怎么就咬断了？我去我去！形象破灭。干！不要啊，贝姐！各种喷，连贝姐也哎、欸，形象形象，干什么啦？身为名侦探的直觉告诉我，一定至少有一只躲在。快点把它发射出去！不要把它射出去啦，喂！等等等等等等，还真好哦！好险没有飞个108000里！嘣！Explosion！ 往里面打 Double Sound Power！ Calculated as fuck！ 后面能过去吗？不行。我去我去。
电电虫真的超可爱的。它有进化版吗？有啊，变蜘蛛就变大只了。哦，电电虫我记得才几公分而已啊。我好像十公分吧。最小神小贝，它大约十公分左右。どうした？俺に何かついてるか？あ、好可愛哦。バチルじゃねえか。俺を吸っても電気は出ねえぞ。バチバチ。好可愛哦。最后一只居然粘在他身上。可爱。可爱。干，电闪吸，天天被他们吸。电电虫好可爱啊，不能带走吗？一整把这样，我就想让你手上有一整把，啊、每次都小小的小小的，而且它毛毛的，哎、嗯欸，摸它们毛，它们是有一点点微微静电的哦，所以放、哦、如果你把它放在嘴巴里面，你嘴巴就会麻麻的。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因为很可爱啊。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等一下，因为很可爱啊，就跟养鸟的人都会把自己养的鸟含鸟头含到嘴巴里面一样。等一下、哦，这个滋滋滋。よし、これで観覧車が動くな。早くミミロロを助けてやろう。对啊，养鸟的人很多，爱鸟的人都会这样啊。吸鸟毒，就是。哦哦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動いた！やったな、ティム。あれ、止まっちゃったよ。どうやら完全にイカれちまったみたいだ。どうしよう、ピカチュウ、ミミロルが。どうにかあそこに行けないか。大砲。ドゴーム、あと飛ばせるものさえあれば。フィカチョ。あ、やっとひらめいた。俺の千倍特許取んなよ。何か思いついたのか？胡弟和他的超能力表示，Am I a joke to you？ おい、これでどうにかなるって本気で思ってるのか？だって似合ってるよ。刚刚在冷笑是吧？啊。全く正気の沙汰とは思えねえぜ。よいはいいか、ティムは角度の調整、ボゴームは俺の合図で思いっきり大声を出してくれ。ボゴー、もっと上だ、上。いいぞいいぞ、行き過ぎ、そこだ。不愧是子供向游戏，如果是节奏天国等级的那个判定，一定会很残忍。对。ピカチュウ、あ、なんとか無事だ。よし、よし、よし。胖胖，一个屁股胖。你屁股那么大，瘦瘦腿腿那么短。不要不要不要忘了，他是个大叔。よし、ミミダル、大丈夫か？软绵绵，软绵绵的女孩子。よし、じゃあ俺の背中にしっかり捕まってみるぞ。おい、ティム、行くぞ。受け止めてくれ。等一下要来 QTE 了。胖，这种时候我都很想故意按，如果失败会怎么样？でもこれくらいはしてもらわないとな。
这是子贡像游戏，按失败的话，顶多只是会出现很爆笑的过场，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出生发生。哎、欸，这是什么？亮晶晶，就会小看爆笑过场了。卡桑，なんだと？じゃあ、これお前か？小さい頃の写真だよ。どうしてミミロルがこれを？ミミ？他老爸掉下来了。先是被那一个击败亚米偷走、嗯，然后又被他捡到之类的，一定是这样。卷卷耳感觉大小刚好，什么东西刚好？等一下。皮卡丘也差不多啊。哦，带给他保管的。失败的话，皮卡丘会撞到主角的下巴，强力的冲撞力让主角的眼球往前凸出来。这不是那种卡通。卷卷。卷卷，什么带着前尾蝎的人类攻击了我和哈利？前尾蝎就是那一个嘛，就是那一个，看起来有点像蝙蝠，然后但是有两个夹子，然后就是那一个尾巴，就那一个嘛，紫色的，应该是那一只吧。他的飞行是加毒系吧？没有，他其实好像是 DP 系。哎、欸，你是紫天蝎吗？卷卷，海卷卷。为什么马桶里会有海卷卷？他是毒系加虫系。なかなかの収穫だ。ここへ来た甲斐があったな。是这只吧？对，我刚刚想的是这一只，就是天蝎了。那是天蝎，我搞错了。那前尾蝎是哪一只啊？我要找一下。我想到的是天蝎。我去我去，紫天蝎。所以之前叫在未证明之前叫紫天蝎的这一只。我他妈对这一只一点印象都没有，你谁啊？他进化蛮帅的。你谁啊？进化蛮帅的，给你看。龙王蝎。我他妈还真没有看过，没怎么出现在，没怎么出现在卫星网上面的我都没有看过。啊，又要出现的 Yes No Meme 啊！靠玩游戏认识 Pokemon No， 靠上卫星网认识 Pokemon Yes。好好哦。我去我去，看那么小一个，那么小一个，放嘴巴里面。超级可爱的黑暗洛斯，我觉得你叫母汤洛斯，你母汤啦。我去我去，
二手西普诺斯说突然想吃炸蟋蟀。炸蟋蟀中间放一根那个地瓜条。啊？对啊，炸蟋蟀中间会塞一根那个地瓜条。乡下小孩讲的话好难理解，我听不懂。你这个城市小孩。都说我们屏东是岛啊，屏东岛。什么？你说你也想射？别拿我去练习啊！攻杀小了。嗯的。你可以拿我去练习哦。阿飞助手，观众的视网膜在很早以前 HP 就归零。不要笑了，妈的，笑得很鸡巴，你知不知道？看不行，现在对猫咪的爪子有阴影。垃圾又消失了啊啊！没有在那边出现的，还真的很难找啦。哦，他不会忘记跟垃圾有关的事情。他皮卡丘被大炮射出去的时候，哦哦，他说我是打雷的，他说我是闪电，婆婆呆，你真的很擅长扮演垃圾。坏。你只有喷口水。電気がダメなら炎。そう思ったな。喷口水。なんだ。今ならできる気がするぜ。雷。啊，好可爱。哎，好可爱哦。就杀小，你这个有点太过分喽！我他妈真的被吓到是怎样？这不是子宫像游戏吗？操！我居然被子宫像游戏里面的恶作剧吓到！我勒だってピカチュウの端くれ、行くぜ、10万ボルト！放电也不会了。就全部忘光光了，好笨哦！
刷对话。俺だって。我在刷对话，不要管我，我在试十次就好。哦，就这个就有了。行くぞ。探偵の心。好多。45。先入観にとらわれるな。这个还真是一语中的啊！这还真的是一针命中我的要害。不要白色警示了啦，干你娘！呛我呛够没？我的名探偵。我的疼！皮卡丘，哈纳斯。啊，被监视了。超梦。やはりピカチュウは記憶をなく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ね。What the fuck？ しかし、私との約束は守ってくれているようだ。What？ 这什么超展开？好，不知道。我先去上个厕所。话说我是白井的时候订阅的。先看完。はい。最近起きているポケモンの事件と関わり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たようです。1年も前の事故だぞ。その頃から R が使われていたのか。事故だと思っていたが、ポケモンたちが暴れたのは R のせ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しかしそんなことが本当に。明日 GNN で事故の映像を確認してきます。うん。私も署に戻ったらもう一度調べてみるか。ぜひお願いします。くれぐれも気をつけてくれ。ハリーの事故現場はアインパークのすぐそばだ。わかりました。せいぜい用心しようぜ。地狱龙说什么？我现在看到超梦，只会想到 Pornhub 上的超梦炸金。你写的公杀小啦，好，我绝对看过。没有，是胯下整个被阿波蛇咬的。地板上居然有一包盐酥鸡饼，拿起来嚼嚼。刚探头从厕所出来说：“大家等我一下，然后消耗变大号。”